又下雪了吗？我最亲爱的，让我的温暖不厌其烦的照片。开始扭劲，劲扭好之后，拉开一面，给它系在身后，再把另一面打开，也给它系在身后，调整一下，穿个小外套就可以了。调整好了，可以把外套穿上。将三叉筋横着撑直，然后一面给它打一个结，结打好之后，咱们再打另一面，另一面也给它系好，然后现在咱们给它系在脖子后面，这是之前友友们没学会的视频。系好之后，咱们把这两个结打开，打蓬松，把肩膀给它护住，越蓬松越好。下面的撑直捡起来系在腰后面，最后的效果美美的。